Northbridge House 是坐落于伦敦北部的顶尖私立一条龙男女日校，学校为2至18岁的学生提供优质教育，学校学生总数量超过1400人。虽然学生人数很多，但学校推行小班教授，每个学生都可以得到老师的精心照料。学校更加为 Sixth Form 学生提供一对一的支援，以致学生成绩均高于全国的平均水平。 Northbridge House 共有5个校区，包括 Nursery and Pre-Prep Breast Hampstead 和 Nursery and Pre-Prep Hampstead， 为2至7岁的幼童提供幼稚园课程。 Preschool Regents Park 提供小学课程及多元教育，令学生得到全面发展。而 Senior Hampstead 及 Senior Canterbury 提供中学课程，学生成绩十分出众。GCSE 考试中分别有 69% 和 65% 的学生取得9至7级的成绩。当中 Senior Canterbury 更提供 A-level 课程，高达 90% 学生获得 A 升至 B 的成绩。Preschool Regents Park 透过多元化的小学课程和学术支援，确保学生能够做好充足的准备迎接成长。3年级至4年级的学生大部分科目都有班级老师授课，学校亦会另聘专家教授艺术、戏剧、音乐、语言和体育。在2021年11家的表现优异，学生共获得10个奖学金，可见在学术、创意及体育各方面都有卓越的表现。33名学生选择升读原校 Senior Hampstead 及 Senior Canterbury 继续完成学业，还有53名学生选择升读伦敦及其他地区的优秀中学。至于13家方面，有5位学生取得学业奖学金，更有学生升读英国九大公学，包括 Eton College、 Winchester College 以及 Merchant Taylor School。学校还提供种类丰富的课外活动，涵盖大部分运动、音乐范畴。最特别的地方是，学校有提供丛林生活技能和 PGR 活动，令到学生体验各种水上活动和学习求生技能。 Senior Hampstead 为11至15岁的学生提供初中和 GCSE 教育，学校实施小班教育，确保每一个学生都得到相应的学业支援和辅导。学校致力于培养学生的兴趣及成就，更加设有一流的设施，包括专业食品技术、纺织品、摄影室和多个体育馆，令到每个学生都能发展自己的兴趣。7至9年级的学生需要修读英语、拉丁文、数学等课程外，学校更加为各年级的学生提供外语课程和音乐课程。7年级的学生需要修读法语和合唱，而8年级的学生需要修读德文或西班牙文以及音乐剧。学校于2021年 GCSE 的成绩十分出众，高达 69% 的学生获得 Grade 9至7的佳绩，更加有 47% 的学生在科学课程取得 Grade 9的成绩。除了英语、数学、科学等 GCSE 必修的课程之外，学生更加可以选修艺术、音乐、戏剧、电脑、历史、体育、地理和外语课程。Senior Canterbury 为11至17岁的学生提供初中、GCSE 及 A-level 课程。学校实施小班教育，时刻关注学生的学习需要，而学生的表现亦远超于预期的水平。课程的设计大致和 Senior Hampstead 相同。而学校在2021年 GCSE 考试表现同样出色，65% 的学生在 GCSE 课程中取得 Grade 9至7的佳绩，更有 100% 的学生在意大利语、拉丁语取得 Grade 9至7的佳绩。学校关注学生的发展，
在 GCSE 課程中特設 Wider Learning 廣闊學習項目，學生需要參與愛丁堡獎勵計劃、音樂考試、體育領袖計劃等活動，以發展廣闊視野。學校在2021年 A Level 的成績超卓，高達 90% 的學生獲得 A 升至 B 成績，當中有 65% 的學生取得最佳 A 升至 A 成績。上年大部分學生考入首選大學，包括羅素大學集團旗下的劍橋牛津、Cardiff 和 Leeds 等，亦有出色的學生以 4A 星和 3A 星的佳績被劍橋的哲學系和 Primary University of London 的牙醫學系取錄。